出者为高淑芬和王景雪。这两位学员曾经练过太极拳、太极剑，及学过武当太极剑的学员，他们可以把武当剑的招式、定式、规格打出来，演练得非常流畅。对身体有益，可以活化人体细胞，强化心肺功能，强壮筋骨，预防老人病，是健身长寿最好的运动之一。